我专门从河沧某机场买来送你的，芙蓉姐。谁稀罕你的破玩意儿？芙蓉姐都没正眼看过你，一边凉快去吧，还挡明那小轿机。你们瞎说！到底要了花儿不能开帘，我就满18了。芙蓉姐，芙蓉姐，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芙蓉姐。 南西，河南西，河西西，昔修理修学部落部队的各个时代的地方，帝国的学生において一本通り筋道。南西进攻において重要な鍵になる。特権では前進急げ15日間、プロントにおける各局工事を完成させるんだ。上级间依稀采用。 龙学校以端世袭，处异端以重正学，明设越以后风俗，务本业以定民智，君子弟以尽非为，廉薄家以及盗贼，皆仇恨以重生命。李氏族训都记住了？记住了。总共12条，82个字。又是你的小把戏。 你虽只是小小村公所跑腿的，可也是一方父母。让开，让开，这都干什么呢？都让开，都让开！看什么呢？看什么呢？你们都堵在这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堵着，人家还做不做生意了？你们几个，哎，出来了，出来了，开工，开工！ 哥哥弟弟来捧场，小老弟的这面镜子，芙蓉姐好是喜欢。可是喜欢归喜欢，好东西小老弟自个留的，以后娶婆娘用。芙蓉姐，来了。哎，怎么傻了呀？芙蓉姐的酒，香药都放了10几位呢，还不接着呀？接着，快接着呀！喝，你不喝，我喝了。 南哥，鸭子客，真要是认我们不认度，就随大家叫我声铁匠吧。小仔。 你看看芙蓉姐，我这不是好生生的吗？那看又看不掉块肉。芙蓉姐，你什么时候能做我娘嘛？木子说跟小日本打仗，不是早都死了吗？哎，这孩子怎么说话的？哼，怎么还瞒着我？五金叔都告诉我了。芙蓉姐。 你好福气的，铁匠心里有你，小仔又这么信你，选个日子把事办了吧。水嫂才好福气，大锤哥呀，就差把你当画供墙上了。
又有什么用？我肚子这门不争气，大锤他娘到死都没抱上个孙子，木子他娘现在可是把你当亲女儿。你不好了，我娘！回家了，太阳快落山了，娘。对呀对呀，木子回来了，木子回来了。娘，跟你说过好多次了，前方战事吃紧，木子哪能回得来啊？嘘，木子说，花一开他就回来。听，脚步声。脚步声，木子回来了，木子回来了。娘，木子回来了。娘，木子回来了。木子回家不是一点点路，起风了。九婶娘，明天再来等吧。好，我是谁？刚跟你说。哎呀，娘，我忘告诉你了，昨天木子部队来信了。对了，九婶娘，木子来信了，我给您念念啊。木子回来了。我想，不管哪样，也要把木子的尸骨接回来。抚顺渡战死的儿郎，不只是里姓，还有外姓呢。你心里有数？有数。总共七个。里姓，您的大少爷，木子哥；外姓，张家、许家、刘家，各有一个。正南。你莫要乱想，再打仗这日子总得过。你这个铁匠要去当兵了，那离出刀剑谁来打呀？再说李氏总买这一摊子，早晚有一天给你来掌本。组长，南哥不能去，那我去。你？是。好嘛。中下了，组长，您又受累了。哎，这坛酒啊，是木子当兵的时候我娘亲手酿的，说是等木子回来了再开坛。其实我娘要是不糊涂啊，她酿的酒比我强多了。照我说呀，铁匠跟芙蓉，你们谁对自己狠，就是对另一个不公平。芙嫂，你没喝多吗？我是看不惯。芙蓉姐，你不就是当着族人的面发了个誓，木子尸骨不回祖坟，你就不出这家门？可这仗要是一直打，你就一直守着寡呀。我有修理僧人の字、保護の各社案、法制、進行させ。芙蓉这么多年，多亏了南哥，在芙蓉心里，早已经是南哥。你发的誓，就是我的誓。我要娶你。堂堂正正的娶你。娘，我真的不孝，我连个香火都续不上。来呀，
不见，天降嫁娥呀！不见，天爷呀，你嫁祸苗恶绘本成功在神农老祖爷像前，那是我们芙蓉渡的大喜事啊！天降嫁娥，神农老祖爷显灵啊！この勇士たち、我々はすでにフロントに到着した。早く橋を完成するため、我々がフロントで最も権利がある人物に交渉を必要がある。芙蓉姐，芙蓉姐。芙蓉姐，老黑，你今天可享福了。九婶婶，不能怪老黑，他一直缠九糟。我以为是木子回来了。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我的家乡宫崎在古的时候称作日下，跟你们这里的芙蓉渡一样，人们也是中东上一族一氏。我们现在芙蓉渡这个地方是有一座漂亮的桥，就是希望造福地方，人和货物都很方便。解释这里闭塞偏僻的局面，推动大东亚的光荣。连包家以及盗贼芙蓉渡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们来说道。哎哎哎哎，小朋友说话要客气点。一度就都可以，子供と争うのはやめとこう。失礼。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明可以让中国大大的受益，只要你点个头同意派工协助我们特遣队修建这座美丽的大桥，一切皆大欢喜。我稻田弘正给你一天时间考虑好吗？拜托了。少佐殿，市内的豚なんかに話なんかする必要ないですよ。稻田先生等等，わしは話を聞きなさい。猪的习性正是随便跑到别人家园子里拱食，懂吗？懂吗？哈哈哈哈哈！不然不通啊，不通之至矣。宋科，请吧。老黑，老黑，老黑！
简直是上天赐的刀法。各位，今天很好的天气，我很有幸能够邀请族长和富荣渡全体族人一起品尝接下来的全牛宴。这是日本皇军的曹长，山本曹长。曹长还不到一顿饭的时间，这肉是肉，骨是骨，踢得那么的干净，精致。谁要不相信他的手艺，自己可以上来试试。你，哎，姑娘，行啊？没有，一个都没有。やめろ。阿九，阿九，吃饭，吃饭，阿九，阿九，吃饭。阿九，族长，你和你的族人，要是觉得吃不下去的话，那协调一事，族长大人给句话。一个都没有。那就是统一了吧。不起躲得起，怎么躲？老规矩，散丧。铁剑的意思了。对呀，他愿不愿意带这个头啊？このフロントバスの実質状況を、まあ総合的に比較してみたんですが、ただ問題がありまして、工期を少なく見積もっても18日間かかるんですよ。
軍部に応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ダメだ。我々はフロンドに入って丸二日間経つ。つまりあと13日間で決着つけなければならんということだ。井戸城道兵。はい。貴様はここに残って宮中にもう一つ考えを絞り出せ。はい。頼む。行こう。イソライ隊員、イソライ、サボロ。はい。フロンドは宮崎ではない。我らの寸具だの。少佐殿、しかし自分はフロンドゥに来てから宮崎の夢を一度も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それ、サボロ隊員、お前はもう子供ではない。帝国の軍人なのだ。もう行け。はい。山本君、昨日の掛け屋のことは気にするな。帝国の武士が田舎の野蛮人と比べるものではない。そうだろう。特権隊はイサライ含めで全て16名しかないだ。この科挙工事を完成するためにはフロンドの人間の力を借りずにして、どうやって科挙工事を完成するのはできるのか。だから軍総長として短気を起こしてはいかん。你们好，这是去哪里？是打算报官吗？我认为你们应该放弃愚蠢的想法，乖乖的回去。我们走。站住！少佐、あれはただの渡し船のようですが。浮き橋ですね。浮き橋をかけろ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少佐、恐れながら申し上げますが、それは伊藤が最終的に断念した方法では。待ってください、話があります。いいから行ってみろ。船をつないで浮き橋を作ったとしましょう。そ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兵士は一列になって渡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でも軍事車両が渡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んです。それはこの幅になっていたら相当な量が必要ですし、
それに精巧な鉄製の鉄鋼部品が必要になる。そうなるともっと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まあお前は言うことはもともとだから、そもそも前提が間違えている。一般的な加工材料だとこのフォロンドにはな、シナ南部において著名な鋳造職人、鍛冶屋職人もいる。このことは早くから軍部の耳に入ったぞ。少佐ちょっと、すぐに火器工事の爪を駆け作り直す。木材と鍛冶屋職人が集めるんだ。はいはい。组长，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今早报关去了，可鬼子把路给封了，消息出不去啊。不劳神了，衡阳已经失守，就算出得去，关又到哪里去找啊？就是说芙蓉渡没人管了。你心里打鼓了？组长，关不管您管。讲得好，讲得好。芙蓉渡我李氏族脉在这里已经传了31代，哼，怕过谁呀？大锤找我来着，后生们在跳火，想到山里避避。也好，走一波留一波，也有个回旋的余地。但不能断了音讯，嘉禾成熟了就得回来。眼下日本人虚实不明，一切先静观其变。同意我们上山，但是我不能去，我还有别的打算。师傅，弟兄们可都等着你拿主意呢。九婶的病越来越重，组长身边也缺人手。对呀，不是我不想，是我不能。哎，你不去那弟兄们怎么办？对呀，对呀，对呀，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喝一碗，壮壮胆，什么都好办。弟兄们，这再打仗啊，这日子得过。今天早酒啊，芙蓉姐请客，来。谢谢芙蓉姐，谢谢芙蓉姐，谢谢芙蓉姐。他们来他们的，酒我们喝我们的，都别擦亮啊，来喝开心了。来，喝喝喝。好，他们来他们的。嘿嘿，我这大锤呢，我还抡我的，是不是？是是，哎，对对对，婆娘，哎，你还磨叽什么呢？走走走走走，咱俩回屋去，快快快快快快，抓紧时间啊！喂喂喂！一早就喝上了，不错呀，你们，我喜欢。喂喂，怎么了？继续喝呀！喝，你肯定能喝的吧？你怎么停了？哎，这个小兄弟酒量小，您啊就放过他吧。你们中国古话说，量小的不是君子，他们心里有鬼。这是怎么话说的？我们芙蓉渡这项啊，还真的是白天活见鬼了。但自古我们芙蓉渡人从来心里没鬼。没鬼？那你同我一起喝。来的都是客，好，我陪你。别急，要喝呀，不是这个喝法。来，里面都是小小小小小。杨哥，来了贵客了，还不叫兄弟们到后面准备几个好菜？去，来，该杀鸡的杀鸡，该宰羊的宰羊。来。
照中国人的规矩，先敬你三大碗。来，好吧，干。少佐殿、少佐の指示通り、今夜からすべての検問所を廃止し、密かに見回りつつ取り締まるという方法に変更しました。うん、いいだろう。イサライ、はい。もうちょっとつけとこ。はい。伊藤はどうした？伊藤は、うん？あちらに。フォロンドの彫像を調べて何とかいて、いまだに起きてこ。フロン、好久、フロン、フロン。ん？这个时候该给田里扎稻草人了。如果不出意外，这又是一个好收成啊！出不了意外的，就算是麻雀来吃，也吃不了多少。家乡宫崎也会给田里面插上可爱的稻草人的，稻口的粮食谁不珍惜？
我告诉你们，我和我的队员也连夜的赶制了几个。虽然说你们不愿意帮我们，可我们会照样的帮助你们。鲁荣都这个地方，麻雀为食可恶。组长，这小鬼子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昨晚地里又新架了五个。在很久远的太古时候，我天照大御神的天孙，也就是天皇的祖先，从天上的高天元下凡，劈开八重云，到了日下地界的高。故事不长，听我讲完。今天我看到鬼子杀了几个人，都是你们村里的。组长，我挨家挨户的问过了，跑出去的总共是八个。稻草人有几个？八个。你再说一遍，几个？八个。南叔，你怎么了？不会的，不会。孩子们接回来，芙蓉渡不能再死人了。木子，貴様は無事なんだぞ。木子，木子，先生大人要你学好，赔不是，赔不是。死んだんだよ。みんな死んだんだよ。おい、この女は引いてるぜ。はい。あ、あ、木子、木子。
承认我们的创意已经超出了你们的想象。那你有什么适当的注意，使人有那些稻草人在地里面狗啃一者腐烂发臭，还是在每分钟射出150颗子弹的机枪口下把人抢回去？不就是让芙蓉渡给你派工吗？好好，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川神灵是绝不会饶过你们的。鬼子的约我不会守，更不会听鬼子差遣。正南的手艺是为芙蓉渡切菜砍柴刨地割禾用的。正南啊，欲将取之必先予之，你想想，有的时候退就是进呐。鬼有鬼路，蛇有蛇道，铁匠有铁匠的锤头。那八个弟兄得接回来。只有生活在继续，芙蓉渡的种子才能存续啊。你去准备一下，夜里给地里的孩子们点个亮。你没事吧？他还是个孩子。老鬼子的居无外甥，别这么对小才怎么办？妈妈，办完事我就回来。南柯莫慌，喝完酒再走。
当初丢不下，临了还得丢，莫怪我。芙蓉不怨，有南柯这好男人疼过，我哪样都值了。有你，比什么酒都壮胆。鸡叫头遍，我会在柜子应账；鸡叫二遍，我会帮他回来；鸡叫三遍，你若见不到我的面，你就去看一下小仔。叫他起床。哦。嗯。听你的，南哥。你放心，不管你到哪儿，他都是我儿子。我恨我的命。母子死了，莫非也要把你搭上？走之前把酒喝了。フロンドは必ず大日本航空に交付します。ご安心を。かけ工事を予定通りに、我が軍は完成への計画を通りに。失礼します。お、これは漂亮夫人姐。起。はい。我芙蓉姐是开酒坊的，今天我拿了最好的酒给你做笔生意。我邻里的八个兄弟的尸首还在稻田里戳着，我今天要是把你们喝倒一个，兄弟我就带走一个，喝倒两个就带走一双。如果你们在座的都被我喝倒了，八个兄弟我都带走。如果芙蓉姐被你们喝倒了，随你们处置。君は我慢することはどこ行っちゃったのか。とはいえ、君の心を動かすよな。俺もいっぱい借してもらうんか。好。好些的酒啊。干。おじさん。真是可惜了，再美的芙蓉，在帝国生产官爵的时刻，开的也不是时候。你的这笔生意虽然让人很感兴趣，但我终究不会做。尸首最大，你放了他们。Thank you.
赢了。真该死，如果不是战争，我打赌你们会成为好朋友。你漂亮芙蓉姐现在带走，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听着，每天24小时必须听从特遣队的差遣。今天晚上恐怕你得自己住了。我你先回去吧。哎，少佐、どうやらフロンドの奴ら本当に屈服したようです。お前見てないけどさ、あのセイなんて男、正直俺たちよりも熱心でしたよ。つまんねえな、一人の女のために急におとなしくなりやがった。少佐のために喜ぶべきか、あいつのために憐れむべきか、わからん。そういやさ、あの太っちょちょっとちょっかい出してみたんだけどさ、おっぱいかしらでバンバンバーンってあれ、チョコさんと同じだ。移動。貴様は我が帝国の貸し設計者なので、だから下半身をしっかり見張っといて、やらかさないようにな。怕是得了鬼子的好了吧啊！
要干是你的事儿。从今以后，哪怕小鬼子是你爷，老子也不伺候了。再继续，芙蓉渡的种子才能存续呀。寻找咖李先生，修渡侠收到都一样重要。我会从工地抽出人力，保证到沟抢收的。山本，各県民庁に伝えろ。好。ただいまより町民の往来を自由に行き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わかりました。不要这样看着我，只要你们配合，我是最好合作的。锄头，打锄头。你我老简一样的。帝国の戦略を完成するため、南北道を開けとこう。総員、関西、ズレ。各位，这些天来，芙蓉渡、架桥桥梁，你们辛苦，大大的哟。新狗即将登场，我在此批准各位可以回家参加收割。等那个时候，我们特遣队的全体，还希望同你们一起共同举行一场尝新祭。吴军，给各家户提个醒，要多加小心。郑南来了，扳锁，木匠行的东西。铁锹门就不能用吗？日本人瞧得起我，要我造桥；族里人就瞧不起我。要是只晓得造，不晓得毁，连我自己都瞧不起我，桥就要合拢。老祖宗的东西，我想用上。六字来方。别门棍，只要找到这根别门棍一抽，本部から来電、我が軍隊がもう動き始めた。君たちは帝国からの使命を果たされた動力は必ず報われる。
芙蓉堂輝き家父と財産は全て帝国義士のものだ。まだ女もな、まもなく終身祭が開催されるが、その時が奴らの最後だ。君は大きくなったら俺のことをよく分かっているんだ。俺がもう戦争に13年に経った。帝国の税もかなり弱くなっていった。つまりお前らたちの幸せは俺らよりに死な徹底征服にかかちる。あそこを見てみろ。あの棘の範囲の中にこの世で最も素晴らしい種が生えている。シナ人はジャフと言われている。ジャフはもともと陛下のものじゃ。俺は言いたいことは、戦争はいつか終わるんだ。俺はきっと宮崎に帰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だがお前は帰れなきゃいかん。銃で撃たれます。稲を買ったら機関銃で撃たれます。稲を買ったら機関銃で撃たれて殺されます。スレラ、ガダースレラ、スレラ、スレラ。除异端，击倒贼，我芙蓉渡百二三十号人一咬也要咬下他一块肉。组长，听你的。正南，会桥你带路。是。武金，哎，保种你牵头。记住，这两样，哪怕鱼死网破，也要办到。状况しっかり見ていろ。何かあったら報告しろ。はい。おいしいな。いや、宮崎の方がおいしいです。大御所、伊藤が失踪しました。何？ついに研究しよう。Thank you.
外乡来的孤儿，芙蓉渡轮不到你来顶包，人是我亲手所杀。族长，混账！爷，你们好汉爷，一等是敌国的武士，你们一个疼自己，一个老东西。你把人交出来，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力和耐心了。等等，乔的事还没有做完，你不能伤害他们。招人，尊贵的朱家大人，只好请你来给伊藤披麻戴孝了。我李氏家族从来不惧怕死亡，要杀要剐随便，可你们要记住，这里的天地神明是不会放过你们这些魔鬼的子孙。怀上了，真的怀上了，要不咋会犯酸呢？今天都呕了好几回吧。想吃酸的还是辣的？你们不是哄我吧？真的，芙蓉姐，我这有了，我听听。呀，我都听到仔仔在里面抡大锤了。芙蓉姐，你没骗我吧？真的是真的，我真的有了。芙蓉姐，我有了。我有了，姐，我真的有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大锤，大锤，大锤！大锤，咱有了，有了，咱有了，我终于有了大锤！哎哎，真的！咱们终于有了！哎呀，老天保佑啊！我们老李家又好了！感恩老天爷呀！你们芙蓉渡的族长死了。记得吧？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知道你们都在为这个女人高兴。是啊，一个一心想做母亲的女人怀上孩子，谁又会不高兴呢？躲在你们中间的凶手还不露面，我只好接受你们的高兴了。山本殿，好，行け。はい。都听好了，我使三个数，凶手不出来。你们就等着给这个女人收尸吧。小鬼子，我给你祖宗八代了。残子，住手！小鬼子，小鬼子，我给你祖宗八代了。你杀的啊，那
就让你的灵魂随着河水去西天吧。爹，爹，一户人家六兄弟，就数六个最淘气，雷公干他两头缩，拦腰一条吊河堤。爹家，这是告诉我们拆桥的秘诀呀、啊！你看，明白了，明白了，芙蓉姐，娘，再见，娘，娘，再见，娘。七个鸭蛋，加了三碗蛋黄汤。哎，你不懂哟，看来我鸭子客跟你铁匠是有缘分的。喝点。哎，哎，哎，明日宣言軍団員がフロンドに通すことになる。この手紙とジャフと共に陛下に献上します。少佐のお考えの通りに素晴らしいことであります。
お疲れ様です。はい。辛苦了，你好，你好，累了吗？没关系吗？来来来来来来，好的，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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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在这里，齐家家一起来参加芙蓉渡开年节，对我们宫崎叫尝新祭，有这么多人参加，我非常荣幸。当我数到三，尝新祭就马上开始。一、二、三，开始！没事吧？
做朋友。吴三，吴三，我起来了，吴三，吴三，我起来了。Thank you.